陈欣薇带仔女 staycation， 除了陈豪，还有这一位御用摄影师。陈欣薇每年在这个时间都会回加拿大度假，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唯有留港 staycation 代替。上星期六，他就带着三个仔女去迪士尼玩。相信陈豪是忙于工作，所以没有同行。而影靓相这个重要的任务就交了给七岁的大仔 Aiden。Amy 很满意仔仔的作品，还大赞作为一位摄影师相当之不错。坐的士与私家车发生碰撞， Anson Low 报平安，扭到下腰啫。Mira 的成员 Anson Low 昨晚搭的士回家的途中遇上交通意外，吓亲一班神徒。他就在 IG Story 说，部的士被后面的私家车撞上行人路树边，好彩司机和私家车乘客没有受伤。开头他就说自己没事，但是之后再出 post 说扭伤条腰，神徒都留言叫他去看医生，他就安慰大家，应承你们听日瞓醒再视乎情况，大家不用担心。等到今日下午三点，他就再出 post update 最新的情况。大家放心啦，唔使咁担心啦，因为我条腰唔系好大问题。最大问题都系不嬲有位旧患嚟嘅，所以唔使咁担心咯。OK 嘅。